今天办公室的今天地址是不是地址啊？我今天地址真的等过今天办公室普通人的故事哦，普通人的故事啊，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讲了天国亲像啥货，亲像那一个恒祝一切人来做工哦。啊，我现在要跟你讲，因故事咱有听过，你跟你讲咧，伊来做工的有当时会早六点，再来九点、十二点、三点，到尾也上到下晡五点。到尾，结果因所得到的工资拢偌济？小工，哦，拢一个钱吼。啊，咱来讲一块也好，就统一讲就好，大家拢摕着一块钱吼。啊，所以安那。所以咧，心内就安那，心内就袂爽快。啊，其实有人解说是讲啊，为什么早来晚来拢安那拢计得到同款的钱，就是了。因为有人咧解说讲，啊那伊所得到拢是安那，拢是永远的活命，就是讲啊永生就得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你早来嘛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晚来嘛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啊，所以有人就会讲，啊那安尼我就较晚来就好啊，是安那我就遐早来吼，无唔对啦吼。这种想法也是正确，但是问题是安那嘞？你要较晚来，关系啊，你还未想着要来的时阵，你着过身去啊，迄个无一定。哦，比如讲，哎，我五十岁才来信主，哦，你关系啊三四十岁着过身去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这是有一种讲法啦，吼。但是我的感觉就讲啦，然后啦，我做啊用迄个买车票讲，比如啦，比如讲，哎。即摆过年过节要到，你要倒转去恁家，要转去故乡过年，好啊吼。啊，你是要下早啊，着买着六点着买着车票，还是要九点、十二点、下晡三点，还是到下晡五点才要买？下早啊六点买着，你会安那？我足欢喜啊！啊，到下晡五点买着，迄个五点进前才买着，你会安那？哦，你的心肝会着急吼。啊，所以咱用这安那？咱拢常咧讲嘛吼，这个世界毋是咱的厝，咱的厝是安那天顶的祖家，所以咱要等于咱的祖家安那，哎，车票愈早买愈好，你愈早买着安那，你的心情就欢喜快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六点就买着车票的吼，迄毋免怨叹吼，伊安那，吼、哦、你到六点就开始安那欢喜规日的啊吼，啊迄、那个五点的吼，较买着遐，伊进前会再六点到下晡。五点这段时间，下身拢记录，后我只票唔知买会到无？迄伊就只是做贪贵咧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用这个心情，你也看，你也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其实上帝是安那公平，你大家拢得到。虽然伊感觉讲迄六点的入来，伊加做真长的时间，但是安那伊的心加真平静，真欢喜。啊，迄、那个五点较入来，虽然伊做的时间较短，但是安那伊过去迄段时间安那无安心啦，吼、哦，心的。无平安，所以安那上帝予伊同款的工程，拢是安那，拢是做安那平等的就对吼，嘛、哦、都有道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以咱即摆连续讲的是不来迄个天国的比喻，啊，今仔伊要讲的嘛是天国的比喻是安那婚姻的影响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婚姻的影响伫古早时代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伫迄个罗马时代，啊，甲迄个以色列人因过去拢安拢同款咯。迄婚姻的形式拢安那，要请人拢会安那，两届，一届安那放贴啊，啊一届安那，去搞去干啊个安那，叫人去叫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古早台湾社会嘛是安尼咧，因为我会记我较早伫高中的时代，我捌听过一个笑话哦，哦，听过一个笑话啊，足趣味个对吼。啊，迄个笑话是较含，但是着成就着对个吼。着伊都有一个人哦，啊，接到一个贴啊，着讲，哎、欸，后个月吼。哦找伊贴啊看无了，手机看咧，哦，找伊要请吼，要迄、那个去用请着，对，所以安那，伊前一日伊着安那无吃饭啊吼，啊着伫遐等到找伊讲奇怪，啊着中途过啊，啊较无人来叫我去用请，哦，伊较早拢请中途，即摆是工业社会口咧请啊，毋是，无古早拢请中途吼，啊贴啊搁找倒看，啊找伊啦，看唔着，哇啊落去怎啊？哦，啊，反正都咧枵啊，就互枵了，对吼。啊，来搁订面馆啦，枵一个食较济。结果等于搁去看是，讲咦，初二中昼搁过，啊，搁无人来叫呢。哦，搁无人来叫，伊就讲是安那，敢未看唔着，搁来抽来看。哦，初三啦，打折两三，哦，初三，哦，啊，就讲好啊，啊，就订遐叫，啊，无搁订好，订遐叫。到尾到初三的时阵，讲，哎，中昼搁过，哎，搁无人来叫，讲。是安那到初三都无人来叫，手脚
欠啊写三十，三十，啊，这是较早一个笑话啦吼，伊就讲啊，要看迄个爱看相册，啊，伊就欠啊又传前三，哦，啊，我正来讲，我拄仔想着这个笑话吼，拄仔含这个故事有同啊，较早拢是安那先放帖仔来，啊，到迄间过安那叫人去讲，啊，讲起来互咱请，吼，啊，同款今日这个故事嘛是同款啦，讲。有一个国王，其实这个国王是只安那上帝就对，要甲因囝举办一个安那婚姻的宴席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安那呢，伊就叫人去请安那，请伊要请的人来准备来食饭就对了，吼，食这赴这婚姻的宴席，结果请的人拢安那，拢无爱来啊，吼，拢无爱来，吼，啊，所以国王就去派第二批，派第二批就是讲安那，就是讲已经安那。已经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叫人去请，啊，伊就甲讲，哎，来伊遐个要派家人，讲，啊，你爱甲伊讲，讲安那，讲阮头家，阮个主人，就是讲讲我安那，我迄个吼，宴席吼已经准备好，迄牛啦、精神啊，拢抬好，啊，只要恁来就会使，吼，啊，结果安那，伊派去个人吼，结果伊所要请遐个人安那，唔插伊，啊，就做伊走，一个走去创啥？一个走去田里做事啦吼，啊一个走去做生意啦吼，啊村的咧，村的看到因这个迄个国王所派的奴才来，佮安那佮伫遐当生意呢，吼，啊甚至到尾佮安那，把这个国王所派的人来，怎安那，佮刣死，吼，刣死了，你想国王佮会欢喜？伊非常的无欢喜吼，啊伫古早时代吼，因迄个时阵就是讲安那，你若收到帖仔，就表示讲安那，你要来。哦，伊较早拢会先问啦，你有要来贴物到无？毋是讲安那，像咱那有当时雕工要共安，人咧讲红色炸弹、黑白炸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讲要来，结果佫无来安那，迄是非常的无礼貌，哦，啊，伊即届即个佫安那，佫甲国王安那奴才吼，佮刣死，所以国王非常的无欢喜，所以就派兵出去，把遐个歹人，就讲刣死人，遐用心拢安那，拢甲刣死，到尾也做安那。把整个城拢放火，把烧掉，烧掉了啊！但是安那，这个婚姻的宴席已经安那准备好啊，啊，袂使无人客啊！哦，所以国王就甲伊遐个奴才讲，哦，如果国王若是上帝，这个奴才就使人，就是天使啦！吼、哦，就讲，哎，恁去路哩，看到人就安那，就来叫入来，互我请，因为原来我要请遐个人安那无够资格啦，哦，伊安那叫因来也唔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佫欺负我的人吼，所以安那无够资格，所以恁去看到啥物人，恁就安那啊请来吼，请来啊，所以一切无在就安那就出去外口，出去外口了，哎呦，看到人就安那拢叫叫来，所以就伊安那好人歹人拢安那拢叫叫来吼，叫来了到尾安那哦，迄、那个敌人的场所安那人安那满满满吼，坐满满就对吼，啊，所以等时间到的时阵，国王就出来。出来看讲哦，我这个人客到底有啥物啊？啊，看了就哎，啊靠！其中大家拢有穿礼服，我干那一个人无穿。啊，伊就来问讲，啊，你是安那无要穿礼服？哦，啊，迄个安那，迄个无穿的伊就安那点点，无讲话，伊也无应啥货。哦，啊，国王就作生气，就讲来，你把这个人脚手拢绑起来，等伫外口，哦，等伫外口黑暗的当中，伊安那。因较早的宴席大部分拢用伫暗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以色列遐用伫暗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呐，拢有点火，所以就作光；啊，无点火的所在就安那，就作暗。啊，所以就讲呐，等伫黑暗顶会等安那，等下哀哭切去，等下哭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安那，因为安那来讲，红请的多，但是安那选的袂少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伫今仔个故事，干那安尼尔，短短，但是安那，爱解说也无解说，一干拢无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拄只有讲过，哦，这个国王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哦，啊，伊要安那，伊要为伊个囝来办一个喜宴。啊，所以伫新约个时代，咱有讲啥？教会是啥？教会是安那，是耶稣个新妇吼，新妇。哦，所以是安那，这个婚姻个影响吼，所以咱唔免先讲到遐深，咱先啊一个开始来解说了，就讲上帝伊要干那，要干福音。一开始，何啥物人？咱即摆咱拢知影，福音要何啥物人？互一切的人，啊，一切的人安那有罪，吼、哦，有罪，啊，所有刷来去，
上帝较甲即个福音给啥物人？互咱即个所讲的外邦人。哦，伊头仔就讲啦，啊，我请来遐拢唔来啊，刷入去，佮甲我安那，甲我的迄个天使啦、吼先知啊，佮阿台词啊，有诶无只，哦，所以拢啊做即种代志，所以到尾啊，只好甲福音给啥物人？哦，咱咧所咧讲的外邦人，所以也着是给啥物人？就是给咱，哦，所以咱爱，咱爱了解讲，哎，福音是对倒来，上帝主动安那，会主动给咱的，唔是咱安那。不是咱去追求的呢，咱无去甲上帝讨呢，哦，啊，拢是安那，你会听着福音，拢是安那，拢是有人甲你讲，有人甲你传福音，你才会来，无许足少的，甚至可能有一挂人是安那，会家己走来教会哦，家己走来找教，甚至安那，迄个家己走来找教会嘛是安那，受着上帝的感动较早的，啊，无咱那一般拢会，拢是安那，拢袂来遮济吼，啊，就是讲安那。上帝，我即摆就讲，上帝主动就福音送予咱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摆爱了解来讲，哎、欸，咱即个福音为虾米？迄个以色列人因安那，因袂得着，毋是讲安那。上帝有福音无？上帝有福音。啊，你啊看圣经就开始讲啦，他们不肯来，因无爱来。上帝佫派人去请第二届时，因安那不理他，无爱参与就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安那，咱伫教会，咱要得着福音，咱袂使安那，咱着爱有一个安那愿意的心，吼、哦，你讲，哎，我愿意要来接受这个福音。上帝，若咧感动我的时阵，你着安那，你着爱有行动，你袂使讲，哎，我拢安那无行动不理他，哦，不肯来，哦，你无爱来，无愿意来，佮无要参与，到尾你会变做安那无教地哦，哦，会无教地，所以说。即真严重吼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伊尾啊，伊遐天使伊传拢要安那去叫啥物人？叫伫路边所有人拢叫啦。圣经写足清楚，有啥物人？有好人，佮有啥物人？佮有歹人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也看嘛，咱传拢恁有人会去加到传拢恁无？有吼。啊，加到遐个人，咱一般拢讲啥物人？歹人。歹人。哦，咱一般就讲迄就是歹人。所以上帝讲啊，传拢恁。是传了啥物人？好人、歹人，只要你安那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去得着，不是咱的幸运。所以这点足重要。所以较早有足侪人讲，哦，迄、那个陈进兴伊也走来信上帝，哦，啊，虽然啊，哦，伊也等于天堂，真正安那，心有够袂平衡的，就对啊。讲，哦，这个我嘛无爱，哦，安尼我感觉无爱。其实，咱陈进兴这个问题安那。伊即摆来讲啦吼，伊即摆来讲来讲，哎、欸，伊得着福音，咱来讲伊安那，伊爱上天堂对无？但是你想看嘛，但真正到伊用枪杀，有嘛吼？伊用枪杀是为虾米用枪杀？因为做唔到胎难办会，所以罪已经安那，迄已经背掉去啊吼，已经赎罪，已经背掉。哦，啊，只是讲伊尾啊，佫来信上帝，伊到底是信真个啊，信假？如果若信真，伊就真正安那，就伫天堂；啊，若信假，就安那，就无伫天堂，就无伫天堂。因为安那，这个故事上尾啊，遐佫有甲咱讲，上帝伊讲，迄、那个国王出来看时，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安那，无穿礼服呢，啊，恁大家想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啊，迄路边徛啥物人，敢有穿礼服？绝对无可能有人有穿礼服。你带个无带无就穿一个礼服出去透听下，因为你要参加宴会嘛，吼，啊，所以。规个解释就是安那，就是你要来参加的时阵，虽然你是路边去用着啦，但是安那上帝安那，迄、那个主人啊吼，爱故事内底啊讲出来，主人有为你备办一领礼服，啊，所以你着爱穿的，这代表对啥货？对主人的尊重。啊，所以你去看，迄、那个无穿礼服的迄、那个主人，吼、哦，就上面不过你有啥无穿礼服，伊敢有讲话？伊拢无讲话，伊点点无讲话，伊知影讲安那，其实伊无穿是安那。是伊唔对，哦，是伊唔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即摆来即部足重要，来讲，即个礼服、衣服啦，吼，衫裤，哦，衣服伫圣经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意思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咱基督徒好的行，哦，即记载伫安那启示录十九章哦，哦，启示录十九章，哎，到咱第八章，就是安那好的行，啊，所以你也是看嘛，哎。
啊，你若无好诶行为，安怎？诶，有来用挂出来哦。所以有足侪人诶，有一个错误诶观念，讲啊，我若来信主就好啊，我着安怎？永远安怎上天堂啊？吼、哦，我着永远上天堂。咱共传统伊嘛拢讲安尼，啊，你若来，你若来信主，你着永远上天堂啊。无毋对，你若来信主，永远上天堂。迄、那个先决条件是啥货？你来信主了后，先巧诶，你无机会做歹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信主了后，佮还袂信，你嘛是安怎？你嘛是爱有好诶行为，所以迄个衫裤，迄个就是安尼。哎，咱基督徒爱嘛爱有基督徒好诶行为。哦，但是毋是因为你好诶行为来救你，是讲你做基督徒了后，你嘛安怎？爱有好诶行为哦。哦，所以这点足重要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诶圣经有。嘛有一挂所在讲啦，天国是使人入去，是骨力努力打拼，这个人才会当进入吼。啊，所以咱虽然讲传福音无唔对，咱你来信主，你着安那着得着，这是正确。但是你信主了后，你赶快去安那做你过去无应该做嘅代志，啊是你无你嘅心唔是真正来信主嘅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无穿礼服嘅，会使讲安那无好嘅行为嘅。哦，会基督徒，啊，有一种就是安那假基督徒，就假基督徒就讲啦，啊，我就有来洗礼啊，我来讲好啊，我相信啦，我洗礼，但是安那，伊的心并无安那，无真正受洗，吼、哦，无真正受洗，所以咱咧讲是假基督徒就对。所以这个，你到底是毋是真的基督徒？上帝到遐一定会甲你问啊，啊，你为虾米无穿礼服来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陈振兴有得救无？这咱唔知，我嘛唔知，但是上帝伊就安那，伊就知影讲，哎、啊，伊到底是真唔是真正有悔改认罪？伊若真正悔改认罪，我相信有一间咱伫天顶嘛会看到伊啦吼。啊，如果伊若是无悔改认罪，咱伫天顶绝对袂去遇到伊。吼，啊，所以咱唔免烦恼遐迄个吼。所以你着家己安那，家己应该做的基督徒才应该做到。做落好吼、哦，所以咱足重要吼，就讲，咱虽然是基督徒，咱有信仰，咱嘛爱安那有好的言语，即、這个好的言语吼，咱安那加分啊来影响别人。所以较早有足侪吼，有足侪故事拢会写着安那，写着先生啊，也是太太吼，伊、哦、来尾啊来信主，拢是发现讲是伊的先生啊，是伊的太太，先来信主了，尾啊伊安那。伊个先生太太向变好，所以伊个先生也感觉讲，哦，也是伊个太太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个上帝安那真好，竟然有办法搞我，搞我个太太是我的先生变作好，所以才才来信主。这真正有足侪是安尼吼，你也看足侪见证拢写安尼吼，写先生写太太，哦，一大堆拢是安尼。所以咱做基督徒安那，真正爱有好个样，但是咱真个拢甲咱讲个足清楚。咱会得救，不是因为你好个样，是因为安那。是因为你信上帝，你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，所以伊用伊安那保护安那，要甲咱呐洗清咱的罪。哦，所以这真重要吼，这真重要。咱来甲迄个讲落清楚来讲，信它是重要吼，不是讲它是重要，信它是咱的第一步上个基础。啊，尾下来的行为是安那，是要让咱大家加分吼、哦。我较早来讲，信是几分，六十分。好的行为，你会当一直加一百分，哦，加一百分起来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足重要。啊，尾仔则搁有一句话讲啦，你用邀请足侪，但是安那，你用拣选的足少，哦，所以这嘛事实。你也想看吗？福音是要予啥物人？万百姓，即摆吼，福音是要予全世界所有的人。但是你也想看吗？即摆基督徒侪啊少，哦，以咱来讲。真济无唔对，但是伊甲全世界所有个人比起来，安那嘛是少哦，吼，哦，这嘛是少哦，所以是安那，迄种邀请也济，但是安那，迄种见着少，哦，迄种见着真少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来了解讲，哎，咱要互上帝来见着，咱就安那，拄则讲，伊迄无够资格是安那，唔肯来，就是讲啦，无愿意个心，啊，佫无要插上帝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安那，咱就爱倒变，咱就安那。咱要上帝定着，咱着咱，咱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，吼、哦。啊，上帝若对你有啥物感动吼、哦，你着安那，你着愿意去做，袂使讲无参与吼。啊，所以有足侪人拢会足侪心愿，讲啊，我想要做啥，想要做啥，到尾啊，拢安那，拢无咧做啦吼，拢无咧做吼、哦。所以
袂使安尼吼，所以真重要吼。所以今日个故事虽然真短，但是真重要吼。啊，所以咱会当了解讲，即福音是传予所有个人，其中包括好人，包括歹人吼。啊，所以其实好人歹人是拢咱家己咧讲。啊，若照圣经个严格来讲，咱大家拢啥物人？拢歹人。世间连一个好人都无，这世间有啥？唔是啊，世间连一个好人都无，大家拢歹人吼。所以你妄想讲，哎，我是好人呢，是上帝面前前，咱拢是歹人，吼，咱拢是歹人。只是有个人啊啦，做啥货做了更加歹，吼。啊，但是伫上帝目睭前内底，咱大家拢歹人，是大歹甲小歹尔吼，大歹甲小歹啦。所以咱唔同于迄个，讲啊，人人是歹人，吼，啊，咱是好人。袂使安尼来分吼，啊，所以当咱个咧传福音，有足侪人伫加入即个方面咧做服侍时，诶，迄个时间咱拢安那爱尽量甲因斗安那斗支持，因为上帝咧讲啊足清楚啦嘛，福音爱传予所有个人，吼，无论是好人歹人，拢爱迄个，吼，啊，所以咱个其实，你信主了后，你感觉安那爱有好个现象。所以，迄领衫呐，迄领礼服安那，爱穿个哦，袂使无穿迄领礼服。迄领礼服无穿个时间呐，上帝嘛是安那，会甲咱算账。好，咱今日告诉大家，好，谢谢。